大家拢有超过65岁以上，所以讲诶，就是尖锐乐团。第二点，因为舞动旋律优柔的动作，带出了传统的民俗风情。第三点，搭配着咱社区的特色，舞出活力。再来第四点是轻快旋律搭配动作，让着咱这中国的大家看起来拢愈来愈少年。哇，咱给你道具来滴，还佫有烧肉粽。要摔肉粽皮，要摔肉粽。哦，是。肉，安尼可见咱的肉粽应该介好吃啦。哦，好来。好，咱的小朋友，我这个台啊，给你小耍一下。太好了。来，我甲大威尿尿。